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。Wow, oh, it's lovely. 要大显身手。Look at this. 把所有碍眼的东西一扫而空，让脏乱不堪的环境焕然一新。Oh my goodness. 垃圾屋克星，12月2日星期一就在 TLC 绿野生活频道首播。